恐怖と未知からか、それとも力を欲するか。こんな光景見たことない。この場所に何が隠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んだ。その顔、一体何があったんだ。こんなのあんまりだよ。奴がもう貴様のことを見たかもしれん。ナンジラはこの地で運命の探求を許可されておらん。偉大なる者は墜落の記憶を持つべからず。やるか。であんたを潰す。全力を尽くしてあなたの進む道を偵察し、敵情を突き止めてみせます。精密射撃。皆さん元気を出して。後ろ姿ってコレイか。また大型風車だ。懐かしいな。そうだろうね。前回モンドに来たのは随分昔だろ。そっちじゃない。ほら、効率よく仕事をこなす風車はある意味大マッハマシンと言えるだろう。僕たちスメール人のモンドでのイメージがこれでついに終わってしまった。哇哦，刚刚的动画很好看，对吧？一个动画直接讲述了全部新版本的一些比较大体的内容，也算是还蛮流畅、蛮舒服的吧。啊，都忘了要自我介绍和说早安的了。喵喵子们早安呢，这边是过劳加上胃抽筋的小北。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北答应做完之后绝对会需要休息一个周末的原神 3.5 前瞻直播内容速报。那让我们马上开始讲讲新内容吧。首先是大家最期待的新角色，第一个迪西亚全新的五星大剑角色，Wolfland of Luna 还有一种族风之鸟评鉴指南中的性格姐姐那样，也是超重小北抖音心里的香喷喷狂野大姐姐啊。主动攻击是用拳头和剑来做相互交替的攻击，可惜倍率应该算是不高，不能当做主 C 来使用。元素战技可以展开一个领域，领域内的敌人会受到协同攻击的火元素伤害，里面的队友则是会将一部分所受到的伤害转移给迪西亚承受，并且有抗击退的效果。元素爆发则是用包覆火焰的拳头来快速的利用普攻打击敌人。固有天赋是可以在白天的时候移动速度增加。再来第二个新角色是全新的四星长枪角色米卡啊，是正太，可爱的兽人正太。普攻会用长枪和弩攻一起交替攻击，元素战技会造成边元素伤害，同时会在队友增加攻速。如果击中多名敌人的话，这个加成会提升让队友获得物理伤害的加成。那同时呢，元素爆发则是可以为队友来做祈福，使他们恢复生命值。随后队友使用普通攻击伤害敌人的话也会回血。固有天赋是显示蒙德特产于你的地图上。再来卡池方面的话，上半是迪西亚加赛诺，下半则是神力灵华加孙赫，米卡会全程陪跑。可惜不是尤拉，看来是故意拆开的呢。在版本活动方面，首先主要活动就是风花的呼吸、风花节活动，分为捡气球、应有和拍照三个主要任务模式，并且还会送一把四星的活动武器。再来是震惊的复合实验，利用不同的震惊能力组合来游玩的轻怪打怪挑战任务，以及是灵训。驯兽的驯，灵训奇阵，利用驯兽来玩的战略游戏。
再来是地脉涌流，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每天的好像是两次还三次的地脉花产出会是双倍的就对了。再来是有香自西来寻味北地 QTE 的烹饪活动。再来是剧情任务，会有全新的魔神任务，讲述戴英斯内部和深渊的故事，以及会有迪西亚的传说任务推出，还会有法路山的邀约任务。最后就是两个新怪物冰元素的使徒，还有岩元素的功课都会在魔神任务中出现。好啦，以上就是这次的三点五前瞻直播的全部内容啦。比起前面的那个海灯节来说，算是少了蛮多内容的，非常的感谢没有这么多内容，让过劳的小北也可以起码比较轻松一点吧。那兑换码的话可以在画面中看到，武器符在左边，然后那个中国符在右边，自己看吧。那我们就对，喜欢这部影片是不是蛮喜欢，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朋友们哦。那也不要忘记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次的新版本的看法，或者说对于消费过劳的看法，如果你想要留的话。那如果想要加入消费，你就是我下方链接，如果想加入消费，如果想要关注小白就追的话，下方有链接。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对，然后哔哔观众记得三连关注还有分享。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了，拜拜。回收金真的好可怕。